接下来咱手机条歌有光的所在，谢谢。一个梦惦心内，谁人知爱经过什么阻碍，到咱会当决定家己的未来，路上会搁跋倒几摆。春天总是会回来，头前的路咱就爱互相照顾，尊严和主宰，到底怎？
所在。啊，今仔安排三条歌，上好要一条歌，我相信在场有介侪少年朋友拢捌听过。这条歌是老舍的，这条歌我是用华语来唱。迄落等下 ，YouTube 点阅率已经破60,000啊。YouTube 哦，点阅率60,000，其实我感觉无够呢。咱台湾无认真宣传啊。对，咱台湾人，咱台湾人上无有2300万人，咱嘛要超过800,000人来看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所以等下等下再搜寻这条歌吼，还没搜寻这条歌正经，因为今仔日咧，有迄个大荧幕。啊，不过不要紧，我是讲今仔个主题喜欢迄落《X 法》爱公道，所以我头到迄个时刻想要来做一个即兴的创作。啊，若创作无好，哦，啊，大家先包含一下，嘛是老舍的哦。啊，现场来，现场打狗棒的，有咧收听打狗棒，即、這个节目每礼拜日早起10:00到12:00有咧收听的，来哦，水，举手啦吼，举手者，来，大家拢知影。打狗放要出来，绝对有一条歌，对不对？小等下，内底有一段我也唱着。咱是啥物人？你爱喝啥？我讲咱是啥物人，恁就讲咱是台湾人。我讲这是啥物国？恁就讲台湾国。哦，咱是啥物人？咱是台湾人。这是啥物国？这是台湾国。水来。